据媒体报道，权志龙昨日正式退伍，吸引多达3000歌迷到场迎接，成为热话。当日基地在离开军营时，在传媒面前大约闪现一分多钟，而他发言后就立即离开，显得相当紧张的基地摆出敬礼手势让传媒拍照，却被指手势不正确，在网上掀起争议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